美人一下，哎、欸，我们赶快把那个讲完哎、欸，那个叫什么？哎、欸，等我一下哦、喔。我们先要当一下啊，我去把那个起虫的部分讲完，就是宠物的那个图鉴哈。那上一集讲到了姨母，哦，姨母应该是给你看过，那再讲幽魂呢、啊？那幽魂也很帅，攻防生命破甲的一个加成，参考一下，嗯。哎，这只红色的幽魂有什么问题吗？它、啊、这边备用的样子啊，当然再上去就是剩两只，然后这些藤藤跟鳄梨，哎、欸，这样在这给我当哦，好啦，然后它的坐骑一开始也，它其实也可以看一些坐骑的，嗯。很酷炫的游戏啊！之前就跟你们讲过这游戏的优点哦，它就是很轻松。QQ，它就是会让人家觉得很轻松的游戏，因为真的很耐玩。我先把主线给靠一靠啊。信箱可以领吗，大大？超级爽的，太爽了啦！因为那个还在当，我们先把这个解完。这个打不赢没关系，就继续弄。然后它有那个超级好玩的世界频道，嗯，你可以看玩家的名称。我可以回去。好，你看这样主线也可以继续弄了。